今日请坐。咱拄则讲到这个毒品的问题，然后墨西哥的战争的问题。咱这个监狱内底吼，本来要开100亿，啊，咱甲减了30亿出来，敢有去开着国库的钱？你本来是要开掉的嘛吼，啊，你嘛甲减了出来，讲要做这条，啊，你成立一个基金，这个基金会吼，甲这个地方的医院结算，啊，卖5万块变哪付？对，透过这个结算的机制盖付盖清，安尼有，安尼就算。真简单的代志嘛，哦，啊，伊讲呢，这个成立这个财团法人吼，这个医疗储蓄基金会吼，伊会当累积这个治疗的经验，累积经验啦，累积经验会创啥？会当创啥？会当外销，对不？真侪所在有毒品的问题，啊，我用这套，互你吃免钱的嘛。因为这毒品这个物件啊，伊是化学药品，伊会当用实验室来生产。瑞士的用实验室生产。啊，若是讲安尼做落去，会当对当甲国外衔接啦。台湾这个业务会当甲国外衔接啦，国际化。这条咱逐项代志拢爱靠美国斗相共嘛，但这条咱会当话咱甲回馈一下，看好无吼？看好不好，应该是可以啦。这6月14号的报道，这个消息更加前卫性。美国缉毒署估计，墨西哥毒枭掌握北美每年1500亿，要求这个话题超过美国超过250个城市活动美国毒品交易占一半的金额，前美国十大药品销售年度也不过400多亿啊！这样有恐怖不？美国前10大的这个药品公司啊，美国前10大的药品公司啊，伊的营业额才400亿呢。啊！咱这个毒枭吼，1500亿，惊死人，占6%是合理啦吼。这缉毒署的估计吼，今年6月更前卫性了吼。所以这个关系，无这场战争美国拍赢未？很难打得赢啦，无法度啦。除非讲，我来用咱这套办法吼，甲试看卖一下呢。因为你若美国的嘛，鉴宝的时阵吼，那墨西哥干卖个走私，不，你走私嘛无效，不能要给他买啊，对不？安尼战争自然就消除了嘛。我这样，军队了，反正这个讲一届哈，2006年这卡德隆，我这跟你讲过哈。讲一条新的啦，这嘛是执政的准备了哈。这上面还在不？12345678990嘛哈。这个2，跟恁写有共无？这个3，跟恁写一般写有共无？嘛是3啦，无啥共吼。啊4啦、5啦、6啦、7啦、8啦、9啦哈。这上面还在不？车牌，这个车牌怎么换？4G 呢？大家想一下，机车有几啊千万台呢？4G 敢有够？4G安尼有够？即卖中华民国安尼，那么英语，那么阿拉伯数字啊，倒来倒去，倒来倒去，敢无够？因逐支无够，咱4G有够无？你甲看算看卖者。有人要讲这安尼无够无？我想听，这保单是怎么换？大家知影牡丹无？牡丹香啊，捌听过无？屏东有来自屏东的无？举手者，有无？有牡丹吼？这就是牡丹呐、啊。
牡丹的第一吼，有几只车？一万只吼。牡丹的第一有一万啊，牡丹啊两万辆是没哪处理，这就变二嘛，对不？啊，那三万只这就变三嘛。啊，赶快弄四级啊！四级拢无变啊，四级就拢四级就够啊，安尼有较简单无？啊，你讲上济有偌济？好、哦，你卖讲无限啦，都台湾都有限啦吼、哦，几十万只，哦，30万辆，啊，这算啥？这算20-30万辆嘛？好、哦，你准30万只，诶，台北市上大个区嘛，无遐济啦，30万只。讲欧巴桑讲，哎，6108，安尼总共共款有几只？30台。对警察来讲，要查这个肇事车辆吼，30台有好查无？好查吼，安抓查到紧无？紧，而且安尼有好查无？6108，好查吼。你逐字你变哪记啦？还佫英语佫安尼？对啊。迄就是施政杂乱无章，啊，佫安尼创无够安尼，啊，956，那这边念，好读哦，嗯，牡丹一号，牡丹有亲切无？颜色哈，颜色佫有当区别的，哎，卖讲个颜色，我讲这就够啊。颜色各有其他的作用啦。那这边念，这误认未？这种字误认未？这种字都再清楚的，这误认啦哈。你别个三看作六，看作八，不会吧？安尼有用心无？简单明了哈。啊，这上面摆在无？USMG 授权发行的，啊，挂这个牌有什么好处在无？这个牌吼，你若要申请这个牌，程序是安尼啦，你原来。诶，机车还是讲车，你要去停照，停止停牌啦，不是会照，不是注销，是停照，停牌。啊，停牌缴月规定爱交税无？燃料税、牌照税拢免啦吼，因为你都无停牌，无你用伊牌啊，都无燃料税、无牌照税。嘿啊，佫会提吼。哎，无紧，反正就免阁缴税，上起码免阁缴税，还阁会当退吼。咱这个通讯，伊阁提供咱一个消息，阁会当退钱。啊，我挂这块牌，伊讲吼，这弄了不好啦吼。道路交通处罚条例100年吼，汽车脑。之下的情形罚3600块以上，1800块以下的罚款，禁止他开车了吼。等没有领用牌照，还是讲牌照月经缴销、报停、吊销、注销、无牌拢驾驶。啊，咱即卖有牌无？啊，咱会当罚袂？袂使吼。伊讲。爱个讲啦，第一项、第4款、第6款、第8款的这种情形哦，汽车要一致保管啦，并通知所有前人领回啦哈。诶，啊，你赛车，伊敢会当甲你讲这调去车场，伊要哪一边，这条要哪一边？你的车你赛，伊讲调去车场，再叫你领，安尼敢袂想较麻烦一丝啊？不合理啦哈。所以这个规定，何况说我们现在有牌，不是没有牌。这牌必定较水啊，必定会较水啊，对不？够好好啊，是啊，安尼要穿这吼、哦，有一个条件，
你要有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。啊，那无的吼，爱去请，先刷请这個身份证。同齐同齐请，哦，啊，咱这完了有保险，你一定要找这个美商保险公司吼，哦，来做团保，保费较省一撮，哦，团保，这当做团保，啊，有要来请无？这条，这个讲。啊，咱有一挂公约啦，吼，啊，这些申请需要就是说，车子要去验啦，吼，要验车，还有停牌证明，还有身份证啊，你吼，啊，你要验车爱都验，爱咱 TCG 授权有检验，有检验厂的才会使验哦，你别咱去中华民国遐验，那这是咱家己的系统哈。咱甲伊无关系啦，咱有家己个检车厂，各州吼会当紧去找出来吼，各州啦吼，即马台北个宜兰家有检车厂啦，已经有啊，已经有啊。啊，但是即马你车牌吼是照这个你的身份证的编码吼去领，然后袂来会当来登记。你身份证阿表有一个编码 USMG 零零几个，照去领，欸第一批5000只，因为到目前为止申请有3000几个，所以5000只应该是有够，大家拢有份啊。啊，咱嘛有黑熊，黑熊伊有迄个电脑终端电脑吼，你即台车要查上个吼，完了让我都查。啊有保险，啊有黑熊，啊这车会使入袂？啊袂当甲你罚，佫会当省一寡费用，啊佫有当时佫有当退钱，啊来挂无？哇，这可以挂齁，差不多两个月可以发行啦，啊，现在可以登记啦。再来跟您分享一个Civil Resource，捌听过无？我英语较无啥会晓，这Civil Resource，有人知影无？公民资源，还是公民事资源啦齁？捌听过无？唔捌吼。啊，西部甲部门都捌听过无？捌吼。哎，迄本顶头拢有啊。西部甲部，台湾西部甲部门捌听过无？有无？台湾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管的是什么东西？管的是啥物件？就是管这民事资源呐。西部 resource 就是台湾民政府管的。啊，车是属于啥物款？这民事嘛，所以咱做这条有合理无？合法无？完全合法。啊，佫介绍一个问题吼，这个Civil Resource包括甚物款吼？1996年，这个以阿六日战争吼，以色列占领了这个戈兰高地、加萨走廊、东耶路撒冷加西奈半岛。大家知影这件代志无？有啊，有这件代志哦。伊西奈半岛已经含哦埃及啊啦吼，哎，加沙走廊敢就到这个巴勒斯坦，但是伊东耶路撒冷加这个戈兰高地也袂。啊，底下上老大，东耶路撒冷，你说谁是老大？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？以色列嘛，伊占领嘛。啊，戈兰高地。上较大是叙利亚较大，是以色列较大，嘛是以色列较大哦。伊占领，伊是占领占领占领方嘛。所以讲，这甲这个诶，是1969年的代志。然后到了1980年哦，以色列有40%的水是伫戈兰高地来，因遐周围都是沙漠嘛，伊遐较悬，山也有水，拢伫遐来。啊，这发生什么代志？导致当地的老百姓吼无水通用，所以这个叙利亚伊就走去联合国啊控告，控告说这个以色列吼滥用资源。你讲这水是西部 resource 啊，你军事政府袂当管这啊，你滥用资源。结果联合国做一个决议啊，
说你以色列这样子违法。安尼，这条听有无？西伯瑞寿司不是军政府管的，了解哈？西伯瑞寿司是西伯加盟门管的，不是军政府管的。军政府管的是 military resource 啦，军事资源。啊，过来讲一条了哈。其实我讲这个西伯瑞寿司哈，这是会让台湾好起来一件案件。那个讲一件例子啦哈，就讲这个美国有拍伊拉克这条，大家知无？啊，海山的造这无？他进去伊拉克的时阵，海山是咪造这？啊，到尾嘛叫抓去对无？啊，叫吊起来无？嘛叫吊死哈？啊，上老大一段时间上老大，你看谁老大？美国哈，美国军事政府老大哦。啊，无伊就发倒去，甲海山吊，甲吊死，老大哦。啊，美国现在拍这个伊拉克，有人了解无？为什么打伊拉克？哦，靠，石油，伊拉克啥上济？石油上济，好彩。啊，伊美国底下做老大对无？人都掠来个枪杀啦，这么讲。我为着石油，我这么几百有开采石油无？甲开采落，哈，会使未？会吗？看起来是敢咧会啦，啊，但是实际上伊伫遐占十吨吼，未使，是安那未使，知无？就是这个 seabed resource， 因为石油甲水吼，拢是天然的资源，伊拢叫做 seabed resource。所以军政府资源大，会当去开采未？袂使哦，嘿！啊，你袂感觉奇怪？啊，我为着石去拍，啊，即马讲袂使，安尼袂，安尼我就弄了呀。伊只占十档啦，吼，到尾撤退，空手来出来安尼啦。你想干嘛呢？无啥可能吼，伊个公司就几百啦。欧美的这个石油公司就几百，连这个石油公司就进来。不是开采啦，要来开采嘛？啊，开采，这本来做这干呐吼，一支十块吼，啊，即卖开采变做二十块呢，加落去啊，是安那？因为这伊拉克的海上战争垮掉，伊的政府都会来，你个想政府都会来？美国支持出来嘛？美国支持出来，民政府，在临时政府，在伊拉克政府。当你用起来了，我就掌握这伊拉克伊在撤退嘛。噶即马正在发生的是阿富汗嘛，阿富汗说2014年要撤退嘛，对吧？伊进兵阿富汗，就爱等伊阿富汗够强的时候，伊再会撤退嘛。等他有办法控制这个阿富汗，等他有办法控制这伊拉克，伊再撤退嘛，对不？是不是呢？安尼后刚我的公司来跟你讲的时候，唔知道有法度算是。啊，无你若是冤冤冤，我变来跟你讲，对不？还讲好啦，你都，哦，我都加一倍给你，利润多了一倍。啊，这伊拉克不止啊戆，伊要开国际标，啊，强啊那几排，啊，苏联几排，十块就十块，那就八九块半就卖你啊，对不？那就个二十块。美国是。占领风啦，伊啊，这政府就伊培养出来，你无听伊个敢袂使？袂使吼。啊，即摆台湾有一个所在真闹热的，即摆台湾上闹热伫呾，来举手者，上台。哦，钓鱼台有日本，有中国，还有台湾，有香港。啊，你啊南沙呢？南沙？南沙有哪些国家？中国有去啊，去啊，大家知嘛？中国有去啊，吼。越南、菲律宾、文莱、马来西亚、印尼嘛拢有，甚至泰国嘛有。啊，有哪些无？啊，台湾嘛，底下嘛有，美国嘛有，啊，日本嘛有，遮较闹热吼，遮先来较闹热。
这台石油多啦，这台石油计估计哈、哦、有20兆，诶，上要给他比个下一个二十兆是安那下呢？二十几个零啊，来，算看人我都下一个20兆哈、哦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兆十兆百兆千兆亿一兆，诶，我唔知，那我不要算来，我这。咱一年的预算吼，还是美金哦，20兆换算成台币大概6000兆了吼、哦。啊，咱的美金，咱的预算一单偌济兆，一兆多尔。啊，即个资源的话，你预算开偌久？6000年，安尼有大无？恁的孙啊，干干孙拢，吼、哦，对吼、哦。那这南派是南派，即个权力上的啦。讲讲一个根据啦哈，1939年哈，日本改编入去三内三沙编到高雄州啦，还有通告美国啦，哦，这是这基本上有啦哈。啊，过来就讲1945年4月7日实施宪法，啊，这个并入日本啦哈，这大家拢知。重要是这个1952年4月28日2条F。遐你讲啥知无？旧金山和平条，伊讲日本放弃南沙跟西沙群岛，佮先讲这罐水吼、哦，是本来是这个水厂生产出来，到大坝、中盘、小盘，佮来咱家，交到咱的手。我讲这罐水我卖，我断掉，啊，即马断掉就上来。变做原厂的吗？会袂？还变做大盘的？变做大盘的，举手来。没有人举手嘛？啊，原厂的，原厂的，这橄榄外回收，这所以这我的，对不？同样例子，按哪讲厝啦吼，厝土地我讲我不爱，我抛弃安尼吼，上的，谁的？动产是很简单的，上接到上的嘛吼。不动产的，啊，我出国，我去美国打拼，啊，厝的这厝兄弟啊占去用，啊，我20-30年倒转来，啊，这厝会变上的，嘛是你的啊，你也无过户的话，嘛是你的啊。啊，你日本放弃，伊敢有过户什么人？没有啊。但放弃了是什么款的状态？23条规定讲，美国是占领国嘛，对不？吼，啊，美国，所以美国他现在就不选边嘛。他为什么不选边？伊的占领地以前都在选边，他不选边站嘛。理由是伫遮啦。过来一点就讲说，伊是有处分权的嘛。但是咱拄仔讲到，这是叫做什么？石油是什么款？稀有 resource 嘛。啊，美国会当开采未？啊，上会当开采？中华民国可不可以开采？是安那？伊是军政府，先咱个检讨一下。伊是1945年9月7日哈，麦克阿瑟一般命令1号命令，伊讲北纬16度以北，包括台湾越北越的日军要向蒋委。连长投降，蒋介石将军投降，所以伊才派军舰去接这个中国军来遮，来台湾。啊，伫10月25日，伫中山堂举行这个投降典礼嘛。投降典礼，迄当阵啊，遮有几支旗啊，知无？中美英苏呢？迄代表啥，知无？盟军，对不？这条大家拢知啦吼，他是代表盟军接受投降。所以，伊这个占领是三万块的一个性质，标准的军事占领哦，对不？讲安尼有道理无？伊是军事占领，中华民国是军事占领，迄当阵啊，军事占领啊，占领到当时，他是代表盟军占领到现在吗？
现在干嘛给我盟军？没有了啦，到1952年4月28号就解散了嘛，就变成美国了嘛。咱都要讲美国君主政府有无？所以麦克阿瑟，所以讲这本来是1945年9月2号到1945年的，1952年4月28号，4月28号这段时间是代表盟军，啊，各类啊代表什么款？代表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哦，是不是呢？台湾关系法吗？对不？台湾当局吗？代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这个所在，所以他有资格来开采这个石油无？有无？其实日本时代吼，都发现台湾有真侪所在吼有石油，谁啊？咱中油拢无发现，谁啊？因为伊袂当开采啦，毋是讲伊无法度，无，毋是讲台湾无石油，他不能开采。所以阿公若是民政府执政的时候，会当开采袂？会吼，啊会好业袂？但是这个南沙吼，这边去开采不容易哦，不容易。我研究这个问题，我研究讲美国伫台湾到底有啥物利润啊？有啥物利益伫遮？美国拢讲美国利益嘛，到底他有什么美国利益伫遮？有两个啦，我甲初我甲研究有两个，一个是战略利益嘛，这大家拢知，唯独的一个一环嘛，战略利益。搁一个经济利益伫遮。我本来是要写一个说题，甲美国这个石油公司讲哦，你美国占领的地方有石油，你来开采这样子。本来是安尼去想啦，安尼因再浮出来，对不？叫美国石油公司甲讲啊，伊就葡萄啊，是不是？安尼想嘛是会使吼。到尾发现一件代志，后来1992年的时阵，有一间美国的克里斯通公司吼，伊走去甲中国签约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讲要伫南沙群岛遮附近啊西部遮要开采石油。大家听到遮有啥物意见？有意见无？恁拄仔毋是讲这送个，啊！即卖人来恁兜开采安尼，免啦。咱也无力啦，不能怎么样啊，对不对？开采就他开采，而且他说，中国说要派军队来保护这个探勘，安尼我倒无，各位我倒无。但是吼，1993年吼，这个美国吼，甲中国租船去遐探勘吼。探勘了3天，结果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就撤退，是安怎撤退？因为越南唔好开采，越南甲维山港甲冻，所以就甲即嘛。但是这间克雷斯顿公司哦，伊个当年甲美国迄个政企会吼，我唔知啥物会啦，伊个主管机关申报这个，我有这个契约，我甲中国有拍这个契约哦。甲伊个股东讲，讲我有这个客户，这个油矿真好，真有前途啦。伊还搁伫遐大公司嘛，甲股东交代这件代志。啊，咱咪安那，讲拳头咱也无伊个大粒。但美国咱这，我着读法嘞吼，咱着无啥办法，咱着用告个嘛。还要告，要倒去告，美国告吼，告这间公司吼，啊，你的经济是啥物款？我去问迄个美国的咱台湾人伫遐做律师的啊，伊甲讲吼，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吼，干咧袂使用咧，是安那？条约是国家甲国家嘛，啊，你即卖要告这间公司，你也毋是国家，伊也毋是国家，你敢会当用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？会使袂？安尼就官司就免拍。结果吼，这1945年哦，有一个有另外一个条约，他说暂时保护平民。什么1945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47条，听这个名会用哩袂？保护平民的一个公约嘛，安尼就会用哩啊吼，所以这关就破过啊。伊讲第二个，
讲台民政府去阿过，还是上阿过？台民政府阿过，台民政府伫倒位啦？成立啊啦，啊但是地方人是爱讲建古的嘛，特别你台湾民政府在哪里啊？这边啊证明，这都要靠大家嘞，免啦用。比如讲，咱下个礼明天要去印度啊，跟达兰萨拉要发表国事这个宣言，这件恁知无？要去印度，达赖喇嘛有承认咱嘛？要发表联合声明。哦，这嘛是一个证明嘛，对不？啊，搁来讲，咱有身份证，身份证啊，愈来愈侪时阵，我都证明无。啊，搁来就讲做，咱的车牌若发出去，这嘛是会动啊吼。啊，但是关键是啥物事啊？关键是秘书长，伊的底牌要不要先开了吼？啊，该遐爱先开无？爱要先开。所以这支牌打出去了，你想会安怎？第一个，美国这间公司会想要赢，想要输？伊想要赢吼，伊赢的结果是安怎？法院也判伊赢，结果是安怎？讲这南沙是中国的，爱继续甲中国签约安尼，啊越南继续甲你抵制安尼，安尼赢有什么好处？无好处啊，对不？啊，佮违背了旧约战和平条约。法院敢会做这个判决？袂使嘛吼，会无？安尼违背美国利益啊！敢会做这个判决？明明规定这是美国的占领地，你来判中国，安尼敢会使？袂通吼。所以讲，伊要主张咱甲过吼，伊会想要赢，想要输。啊，伊若输有啥物好处？伊甲中国遐毋是耍耍去啊？啊，这就确定讲这南沙是美国的。啊，伊会当安那？跟他换甲上签约，甲台湾政府签啊，啊无甲上签，所以这场关系会输还赢？你家己评估看看，会输还赢？赢的机会较大吼。讲到即马呢，啊，我有去找美国的另外一间事务所，今年的富士比吼，有甲评估采访啊，伊的营业额是$3.25亿。啊，这间事务所有大无？真大哦！这间事务所有对咱有兴趣，伊讲叫咱去了解伊到底办过什么款的案件啊。啊，伊研究的结果是讲说，伊甲对方这间公司吼、哦、没有利益冲突啦，准备咱去甲伊委托伊去甲对方输赢咧。这美国公司吼、哦，伊想要输嘛吼，啊，这间美国事务所伊想要赢，想要输。伊无你下个你拍输的关系，我搁甲你拍，对不？伊律师事务所拍官司当然嘛是要赢，对不？伊啊看有道理，伊毋才甲你接，啊无道理就无甲你接啊。所以这段关系听到遮呢，会赢会输安尼，大家有信心无？啊，若拍赢落去，台湾呢会好业未？但是吼、哦，这有一个问题哦。委托这事务所拍这个官司爱钱无？钱要倒来。顶一届吼、哦，秘书长去拍这个官司，讲开60万啦吼。这场我看爱开100万，100万合台票都要3000万，3000万要叫上出。我6月7日提出这个案的时阵哦。必须是当场通过了，啊，讲做2%啦，拍赢2%啦，2%你个想这偌济啊？都我不要算啦，你个算个咩？啊，所以讲这2%吼，伤济啦，1%含民政府啦吼，就讲予伊个财会来决定用途。若拍赢的话啦，1%吼，主后援会。目前，迄当阵也是讲招100个啦，来做后援会安尼啦。啊，一个发出去安尼，哇，大家拢来签安尼，讲啊，大家拢要来签啦，我来甲动起来，写这个后援会吼，分做会员分做 A、B、C 级，A 级交5万
C 级、B 级嘛交五万，啊 C 级嘛交五万，安怎讲 ？A 级是一生专属啦吼，袂当扣押标的吼，跟你的退休金同款啦。啊 B 级是会当继承，啊若无够，爱阁出平均分担嘛，合理啦吼。啊 C 级是讲做有个人无钱，伊无五万块，要跟你十个人一组，共领 A 啊 B 拢会使。哦，啊共领 A 就一人五千嘛，啊共领 B 可能一人爱三万。因为一百万三十块就三千万，啊一百个去出偌济，一人三十万尔。那美籍的吼，会当继承，啊这大部分的人拢出得起啦。啊无就开放两百个啊，三百个，即马准备开放三千个啦，大家拢来无要紧。安尼一人拿三千个，安尼一人要出偌济？你有算过没？免偌济嘛，对不？所以这个关系会拍入去。会成吼，会成吼，大家好业未？会哦，好。这是一条，这个 civil resource， 因为伊要个还不是正式公开的啦，所以我就无甲写出来吼。知影恁来知影讲有一个物件叫 civil resource， 这是真关键的一个物件，啊，有兴趣的咱去查。啊，过来甲大家介绍一个甲健康有关的啦。这个刘立贤，唔知有人捌听过无？刘立贤吼，伊是加拿大人，真紧安尼。简单讲一下吼，加拿大人哦，伊六十八岁，啊，伊种有机蔬菜啦。伊讲，食有机菜吼，免开这个医药费啦，啊，算起来较俗啦。伊的菜，伊是台湾的菜王。其实咱的电脑，咱即摆这电脑，这可以打中文是伊发明的，这人真了不起啊！对台湾有贡献。啊，伊种菜吼，伊采一斤八百，在座真侪真侪这个女性吼，恁捌买过菜？一斤八百的菜买会落袂？啊，伊遐的菜是爱排队去买呢，癌症的人伫食的，有机啊！啊，伊用啥来用呢？用喷来用呢？啊，喷吼。伊安尼算算起来吼，就是讲每一户啊，每天至少会产生一公斤的厨余啦。啊，就安尼加上这個、加上这其他的吼，就很多啦。啊，就讲每年可以改良大概两万甲的土地啦，每天两万公吨啊，除以60%，可以产生60%的迄落啊，一万两千吨的这個堆肥。28亿回，啊，4000吨，啊，一吨438公吨，啊，3000平哦，一分地啊，20吨安尼哦，一年一家地3000平，一年200吨，所以一年咱改良这个两万甲的地啦。啊，像台湾有，86万几啊，86万多甲的地啦。所以改良要43吨，嗯，这个工作真大。啊，若是讲台湾，若是讲拢改这个有机菜的时阵吼，咱的疾病会下降。啊，咱台湾的医疗嘛算不哩进步，结合这个休闲安尼吼，你看，这个东京的人会来袂？香港人会不会来？啊，上海人会不会来？都会来吼。后来加做这个医疗健保的这个消费吼，安尼台湾生活有啥问题？对，较健康啦，吼，啊，就这条人力的资源，吼，时间也差不多啊，就莫阁讲啊。是，每一户大概有三分地的这个土地啦吼，这个小农户啊，但一分地的收入吼。可以达到10万块，那用这做法了呢？啊，那推行这样呢？大家爱哥出来，再给人家订房无？做做工无？增卡还无？免啦，或者暂时报告到这了哈。好，那问题再去讲。谢谢。请起立，起立，请坐休困。